迎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石碇仔位于新北市的边界，各种的资源和补助拢甲大都市未比哩。有一个热情的青年叶家豪，唔甘要看到家乡愈来愈落水，环境愈来愈阿杂。因为四年前开始，伫个当地捡垃圾，一开始人拢甲当作是戆大呆，尾啊愈来愈侪人加入伊的行列。伊过来打造一间花金菇书屋册厝，希望囡仔会当行入来，加看一挂册，丰富知识。啊，为着要让这个册厝会当永续来经营，这位代代农经学所毕业的叶家豪，嘛来饲菇啊、卖菇啊来赚经费。伊嘛来发起着深度的小旅行，希望有更加侪人行入来石碇仔，反转着偏乡的命运。充满绿意的山路，原来我去真宁静，我离镇小，这是为台北市赛车差不多15分钟会到新北市石碇仔。为空中来看石碇仔，历史声音，厝拢家家真破新，山林围绕，有时会听到虫甲鸟的叫声。虽然甲都市间一线之隔，这却是大家口中的偏乡。嘛，因为地理位置，唔是山区，嘛唔是市区，石碇仔煞变成一个艺术三观地带。经过这几年，石碇仔有点点啊改变。几间厝拢是古锥鲜艳的菜畦，画拢是石碇仔当地特色农产品甲动植物。早期十八中溪山村是台湾五大矿业之一的文山煤矿主垄。走入这间碳矿食堂的灶卡，不时会使闻到阵阵的饭菜香。一群人伫这里做料理，因是社区妇女组成的妈妈班。将切好香菇放入去晒。南秘密武器菜龟角，结果南溪人出来将鸡卵南入面粉内面落去搅搅咧，香酥清甜的哥哥溪人煎饼就完成啊！边啊，这路是有南33种中药材，炖一公一暝灵芝乌骨鸡汤，长滴滚，好人强要流嘴暖。妈妈班用是当地小农的作物甲在地好物件，经过椒盐、椒油落去料理，打造成色香味交织全的山海新式料理。然后它这个地瓜还有芋头都是我们这附近当地的。那其实石碇的芋头哦，因为它天气比较凉，所以说其实它的密度会比较高，那其实吃起来很香。现在这个地方电线杆的后面这边，如果在没有声音的时候，你会听到一个吸油的声音，它就是18重溪。透过食美食甲深度修理行，今日人开始走入石碇仔，熟悉石碇仔特别的人文地景，地景的观光甲经济渐渐啊被带动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带到这个地方来，是到18重溪的上游，然后去了解说大潭古道所有的物资在运送过程之中的辛苦艰辛。石碇仔的改造工程要为这间外观真古早朴实的火金菇书屋开始讲起。较早则是年久失修的矿工废墟，堆真侪垃圾，真杂乱。经过38回叶家豪唔甘家乡被垃圾淹去，2016年登去石碇仔就开始捡垃圾。一开始所有人拢笑伊是戆人，经过后来愈来愈多人加入，甚至到造成300人的志工团。总共捡的垃圾量有60-70吨，书屋内面的排泄拢是为垃圾堆内面捡来可用之材。家豪一点一滴为囡仔打造梦想基地。这边以前是文山煤矿的聚落，所以我们在进山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捡到一些文山煤矿的遗弃物品，那我们就一一把它陈列在这个地方，包含有的矿工帽到他的生活器物。然后这个木箱也是等下展览的时候不要的东西，我们去一个一个把它捡回来，重新重修翻修。那到这个椅子的木头都捡回来之后，开始拔钉子。那唯美客人呢，最喜欢做一件事，就是在人家身上贴星星。14回春春上爱甲这边小妹甲小弟来书屋听故事，乖巧捌代志的伊品学兼优，甚至是全校排前三名的。书屋都是因这底三人放学了后上爱去的所在。我觉得就是我们放学后，
然后假如遇到课业上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去萤火虫书那边寻求一些协助，就是解决我们课业上的问题。然后假日有时候就是也可以去那边，就是培养一些读书风气，我觉得是很好的建设。廖叔叔很亲切，因为他每次都笑笑的。嗯，很关心你。很关心我。还关心你有没有吃饱，是不是？有。萤火虫书屋就像萤火虫的微光一样，照亮十八重溪聚落的孩子，给予这里的孩子温暖和支持。教父望讲，书就敢若火金菇，会使照亮资源较无够的旧埕的囡仔。另外，已经甲利用书举办课程甲活动，一直带头发起环境保护的重要性。我办的体验课程的话，基本上都是以环境为核心所发展出来的相关的体验课程。平常的日间，我们目前的话就是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客服活动，在偏乡的学习力，当到大都市更竞争的环境之下的时候，其实会学得更辛苦。所以我们会募集到这么多的书，其实也是希望是说让小朋友除了在环境意识上面的提升，也可以让小朋友在阅读的习惯上面能够去培养这个习惯。目前书总共募集到700多本册，但书诞生的过程并不顺利。2017年7月，书开幕的进程，弥撒风台过境，家父甲志刚的拍拼，一时之间隆重归零。那时候隔天早上一来的时候，发现门打开，地上全部都是水跟树叶。然后很纳闷的情况，觉得怎么这么亮，看这个屋顶，发现整个屋顶都被掀掉，那整个书啊还有书架很多都打湿打坏掉，那时候心里面就感觉很痛，因为很多志工的书还有努力一两年的心血全部都泡汤了。这样包括坚定意志力，家父将书屋修理好，从此书屋就充满着活力和温度。囡仔有一个愿望和寄托，和这个较偏僻、较资源、较都市未比一个山区，开始发出微弱的光芒。偏乡的小朋友，在您刚提到这三个单亲比较辛苦的，然后或者是在这个学习能力比较不足的，甚至是特教的这个比例，相对来讲的话，都比都市还要再高蛮多的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就是尽我们所能，能够去连接到不同的社会网络的资源，提供不同的这个教育补充。为了好好书屋永续经营，代代农经学所毕业的家父，在家乡起智慧花的温馨，专门培养椴木香菇，将香菇当作心肝宝贝的照顾。你说现在里面的温度吗？是保温的。我是有温度计啊，现在它这里面的温度大概是在20度。对啊，然后在核心中间一点的话，可以到22到25。对。就是会像有点春天的温度这样，这样是最适合它发育。会选择种菇是因为菇类早期就是旧埕的经济作物，另外一方面教父开放外界来买香菇，将部分的收入作为书屋所用。安尼一日来，农村有钱请阿公买料，才有更加侪少年人愿意转来到旧埕啊，这个都市甲庄卡之间的棒共同打拼。走向比较长期的经营方式的话，一定要产生一个收入出来。我也有在种椴木香菇，做各式各样的菇类的生产。那我就是把10%的收益回馈到书屋，去支付书屋的租金、水电费用，这个相关的修缮费用，让书屋可以永续的走下去，这样子。改造家乡靠家己的力量嘛是无够，家父想尽办法找身躯边的资源。草鞋家罗正芬真专心伫房仔顶面画春，淡然古道的地理位置。33岁，伊平常时是伫中华二林驻村，甲家父是幼稚一同的好朋友。当初接触到慈定这个地方，是觉得这边的人文地景以及淡然古道它所蕴含的，就是背后的故事非常吸引人。像是对于像石碇这里，因为水源保护区能够保留比较多自然景观的情况，是一种很弥足珍贵的事情，所以希望说，来为这个地方也做一些事情。赖正芬无第二句话，看到为家父家乡采为地标，唔嘛讲为地方的创新注入更加侪活水。我一直都期许说，也许
全台湾有跟我一样很多是从事在地活动的朋友，那大家的专长应该要能够互相去支援，因为毕竟在乡镇能够获取的能量相对城市来说是有限的。那乡镇如果可以自己去产生像树跟树之间产生树枝状的联系，那也许我们在乡镇的做事情就可以再做得更扎实、更在地这样。对，它在适当的生活环境的时候，它就会长出来。嘉禾透过一己之力，慢慢啊集合能量，改变家乡，串联当地，食衣住行，人文地景的各种提升，让更多人看到石碇啊，认识石碇啊。更加用火金果树哦，滋养石碇仔囡仔心灵，莫让因因为资源无够，就失去大胆做梦的勇气。就敢若火金果伫黑暗中悠然，会使发出光点，悠着一日，更加会使大放光芒。